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 Old Man。今天呢，我们来玩这款游戏，叫做《邪灵入侵》。好，那这款游戏为什么我要玩呢？啊，对，先跟各位讲，这是恐怖游戏。好，如果各位不敢看的话呢，不好意思啦，就只好请你上一页了哈。那为什么要玩这一款游戏呢？基本上很简单哈，因为 Steam 上的版本它应该不是 Steam 上的版本，是说这款游戏已经即将要出二代了，在今年十月左右要出二代啊。那老头呢？之前一直就很想玩了，但是碍于就是你也知道嘛，有一些东西总是啊，想说要玩，但是都会拖泥带水拖太久了。那看到他既然出二代了，那我想说，那我还是赶快把这款游戏的前面给玩一玩吧，希望可以衔接二代，好不好？那这款游戏其实早期老头就有看到啦，啊，就是你知道嘛，要玩不玩的，好啦，废话不多说啦，我们现在直接开始啊，新游戏。OK， 那也是为了让各位就是方便体验呢、啊，我把这个游戏的亮度调到最高，因为有些观众的这个荧幕呢解析度没有这么的清啊、哦，没有办法看得很清楚，所以说我后面的游戏我都会尽量把游戏亮度调高，让你们看得清楚一点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直接调整这样子 ，OK， 直接开始删哪一个 ？Enter， 好。那我们来玩一个休闲就好啦，因为老头呢，这个只是要体验一下剧情哈。如果玩个生存的话，一直死掉的话，就觉得啊，我下面喝剩哎，我会玩到暴气直接翻桌。所以说，我们来玩一个休闲好了，就这么的简单。主要是来体验游戏剧情哈，只要进命令就会恢复到一定的水平。了解。啊，老头就玩一个简单的就好了。好，赶快把这款游戏玩完，才有办法接二代。啊，所有单位注意，所有单位注意！啊，灯塔精神病月，代号三。哦哦哦哦哦。Sorry, detectives. I know you're just coming off a case, but I'm afraid we're gonna have to make a detour. Sounds serious. 不过我觉得声音有点大声啊，声音现在可以调整吗？哎，可以哎。哇，这不没有选项。只能暂停，我还想要把声音调小声一点，算了。哎、欸，我可以从这边调啊。抱歉，等我一下、啊，给我一首歌的时间。没有啦，开玩笑的。这里就可以调声音了。OK， 好的。这样应该好多了。抵达现场，精神分裂，医生的鬼魂在搞鬼，只有那些病人失踪了。Still gives you the creeps, doesn't it? 啊，还有鬼魂是吧？乔瑟夫，这两者有关系吗？ I believe the records were sealed. Anyone on scene respond? Dispatch, this is Detective Castellanos. 感觉我好像是个兽魔猎人那种感觉，兽鬼魂猎人。Is there any? 啊。这个声音，哇哇哇！使出电磁波攻击，啊，听得不舒服啊！哇，听得都头痛。哎，这个是以前的画质哎，画面还普通啦。啊，二代的话画质一定是有提升啦啊。不过还好啦，就当时的情况来讲，这一款游戏其实还蛮吃电脑硬体的，所以说呢那个时候的水准其实算已经很厉害了哈。那现在的话就不太一样了，哦，我的电脑呢全开画质觉得是没问题的，可是我好像刚刚没设定全开，算了，等一下再来调整一下好了。你怎么看，宝杰？康纳利。我们要去调查。这乍看之下，我们就是个探员啊，要来这边调查一些里里扣扣之类的，是吧？来，终于可以设定了，太好了。选项图像呢？啊，我们设定好像都还蛮 OK 的啊。这个调多少？哎，不能调整。为什么不能调整？按 Enter， 不行。
啊，只能按不能调是怎么回事？只能按不能调。好好，算了，放弃了，就这样子玩吧。紧急电话，章节一 ，Hello， 我们来逛街哈。Hey man， 妹子，哎，你居然穿过我的包包，吓死我了！你是奈德利吗？没事，不要理我。好，这个第三人称视角啊，还不错。目前看起来就是做的还蛮细腻的啊。哦，我相信这二代的水平一定会更好，真的，我个人是这么认为。好，我废话不多说，赶快进来这个屋子里面吧。我要避雨了，我来了，宝贝。Come on, baby！ 哎呦，三小，一打开就闻到一股血的味道，提高警觉。哇哦，哇哦，一堆人挂在地上，大屠杀。I can be an extra set of eyes. We don't know what's happening here. You're a backup. 你是我们的后盾。哇哦，这里是这样，叫你 combo 一堆尸体，哇，这个都死很惨。你看，哇，妹子也躺在地上了。哇哇哇哇哇 ！Did you hear something? 你有听见什么吗 ？Did you hear something? 哇，血意浓厚。我靠，这个人是怎么回事啊？哦，还有人活着，真的假的？在哪里？嘿，你好！我靠，感觉全部暴毙的那种感觉。哎，这里，这人活着。Hello？ 怎么可能 ？What happened？ 卢维克已经，他就交给我吧。那边的监视器或许能提供一些线索。好的。我们来看一下监视器啊，我看起来好帅啊！我们来看监视器有什么东西啊？嗯，可以倒转监视器吗？呜、哦，这是早期警察切进来案发现场。哇，他对谁开枪啊？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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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丢哦！一个瞬间移动、欸，哎，我靠，全部暴毙！哎呀，哇哦！哇哦！哇哦！妖兽一开始就这么刺激，我怎么受得了呢？啊！被抓了！哇！我醒来了，我还在滴血，怎么回事？哇！尿气！嗨，你好，老鼠哥，你可以放我下来吗？哎呦！哇哦！各种尸体。都是尸体来着的，一个被抓，我就被困在这个鬼地方了。哇，你是谁啊 ？Oh my god， 屠夫哦，哇，这都死成这个样子了。旋转镜头，哇，在砍谁？我看不到哎、欸，哎呀。滑鼠灵敏度啊，滑鼠灵敏度啊，灵敏度啊！为什么我的滑鼠只能这样子啊？灵敏度，好，调到20。我发现我不能用滑鼠点击，哎，那我就直接这样子做就好啦。哦，原来是用键盘控制啊。好的，我们控制完毕了。这个灵敏度 OK 吧？我什么都看不到啊。他在砍谁啊？一定要砍得这么残忍吗？我的视野限制 ，move move， 他把什么东西砍下来了？哦，哇，他把他砍了，腰斩直接带走。Oh my god！ 反复按空白键，好，要许我。他把这些人屠夫，他把这些人砍了，到底要做什么啊？抓到了 ，I got you。我将会被他发现了啊、哦！我掉下来了，不要抓我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Oh my god！ 哦，是我被捅嘛？那个是我流的血，是不是？看他在那边嘞、欸，啊、哦，我要怎么办？我要直接跟他打声招呼吗
哈喽，啊，按潜行，按住潜行移动。哦，聪是聪明人呢，绝对不会让他知道我在哪里的。他去哪里了？干，我赶快走，赶快走。Hey man, Hey man, 这边怎么走 ？Hey, look at me, say bye。哎啊，不见了，他去哪里了？啊，他去哪里了？他去哪里了？这什么东西？嘿，啊吼 ！Oh my god！那不不列斯的啊呼呼呼 ！Oh my gosh！ 啊！小孩不准看哦！靠北啊！他刚开始就死掉了，哎、欸，可不可以就是给点活路啊？啊，给点活路好不？他叫我拿前面那个发亮那个东西什么东西啊？拿来就快走是不是？哦，我看一下，嘿棉，我整只手插到铁桶里面，因为那个铁墙是怎样？好，他去看一下里面有什么东西。好的，趁现在，这是我的，捡起来。哦，钥匙是吧？哦，是钥匙。快点，倒退路，倒退路，倒退路。Oh my god! Oh my god! Oh my god! 呵，啊，我要怎么去开门呢？门在哪里？绝对难不倒你，这个吗？去去去去去去去，赶快离开这里，赶快离开这里！哎、欸、啊，就开快一点，在那边。你在开门还犹豫嘞？啊，就不要被发现。我可以用跑的吗？看，你看起来一派轻松，你都不知道这多恐怖啊！还好游戏亮度调很亮。哦，我游戏亮调最亮的那一种哦，哎，怎么不见了？哦，游戏亮度调最亮的那一种呢？这样子你们才看得清楚嘛，我也才不会觉得恐怖嘛。哦，虽然这样子可能会破坏游戏体验。Oh my gosh！ 哦哦哦哦哦哦哦，来呀、啊、来呀、啊、来、啊，拿电锯拿电锯 ！Oh shit！ Shift， 居然有陷阱！不要抓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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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！Nope， nope， nope， 我不哦！我居然被砍到了！我还活着吗？我还活着吗？这什么鬼东西？我靠！哦不不不不不不！哇，这是怎样的陷阱啊？哎，会死啊！没有在跟你开玩笑，被卷进去！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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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死定了！死定了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 ！Oh yeah, baby！ 专门为我而设计的。哎、欸，我看到，我看到，我看到。Oh yeah！ 呜呼！哎呀，好恶心啊，都是血，恶心巴拉！哎呀，真的超恶心的，恶心死了 ！Hello。番茄之词，好一个番茄汁啊！其实我觉得这应该还蛮不错玩的，个人还蛮喜欢的啊！别拿给辣了，赶快逃离这里才是重点。什么杀人魔林北，不要调查了。如果成功逃离这里呢？啊，我就要离职了，我不干了，好吗？林北不干了，一直被追不爽，都没想过我的感受是什么。啊，好，看来应该是很安全啦、啊。什么声音啊？等一下，这是怎样啊？赶快爬上去啊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爬上去，爬上去，爬上去！啊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活着才是重点，全部都是假的。啊，我想去看一下前面那个人。啊，算了算了算了，我还是走这里好了。我不要管那边了，那边感觉就很危险。Hello， 哎、欸，这里什么东西都没有。啊，这里什么东西没有，在干嘛？我来这里干什么？浪费时间用的吗？原来这里是浪费时间用的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还是躲起来用的、啊？我是不知道啦。我觉得坐在轮椅上的那个不怀好意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他等一下往我这边扑过来。
不要扑我哦，拜托。下水道的笔记，除了下水道一端上的大门啊，还有一道梯子可以通往旧病房。如果能到达这里，就会找到一台通往外面的电缆，有电梯，你将会是成功逃出的人，也可能会是成功幸存的人。哦，会到旧病房是吧？说是谁会写这种鬼日记啊？写这种鬼日记啊，这锁起来了。啊，这感觉好像就是一个密室逃脱啊，都已经帮你传好了，你就负责逃脱就对了。锁起来了，我没任何工具，是要打毛你。我靠！我靠！这是怎样？可以躲柜子吗？啊，我想要就这样躲柜子，再也不要出来了。看来是不太可能的事情，我们还是乖乖往上爬吧。Go go go！据说这个游戏还有 DLC 嘛，到时候如果看怎样吧，啊，再买 DLC 继续玩。啊，据说 DLC 才是真正恐怖的开始，而且没有 DLC 你绝对不知道这游戏要怎么，这游戏的剧情是怎么发展的，所以说一定要 DLC。捡起来，这怎样？这是一个笔记锅炉哦。哦哦，锅炉笔记不知道干嘛用的，就是了，拿了就可以走了，来吧。我走了，我走了。干，好恐怖哦！这种长廊到底是要干嘛啦？什么声音？什么声音？我什么都不知道哦。开门啊！开了，开了，开了。那王八蛋会不会等下追来？我觉得他等下会追来。干，死定了！对不起，我错了。慢点，好不？干，西迪拿，可以躲柜子吗？隐藏，这时候当然要隐藏啊！啊，为什么我最近玩的游戏都是要躲柜子啊？而且我突然觉得这柜子怎么跟甜蜜的家长那么像 ？Holy shit！ 太夸张了吧！暴力狂欸！不要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呜。别这样，别这样，别这样，别这样！要是我手上有枪，就要把你毙了。重点是我身上没武器啊！哦，太凶残了吧！发狂乱锯耶！看他真的很生气。为什么要逃出我手掌心？我靠！冲出去了，这样子冲的。看我要不要出去啊？你这样子要让我要不要出去？你还在叫，你知道吗？确定我可以出去吗？算了，我都已经这样子了，死马当活马医嘛，是不是？他还在那里，他会不会动？重点，他到底在那里干嘛啦？我说他到底要不要走？欸，他动了，他动了，他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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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我不会被抓到吧？他在干嘛？敌人的警觉试图是，一定距离内有敌人，有敌人发现你，那个眼睛就会睁开，是不是？好的，所以我们现在需要靠这个。我要等他转个弯，我再走过去。我们要想办法往前面冲。Shit！ Holy shit！ 躲柜子啊！啊 ！No！ 靠背啊！我要死了！哦，去了！哇，什么都看不到，什么都看不到。啊！我只知道我变成碎块了，这也太容易被发现了吧？这游戏，妈妈，我怕惊死哦！勾几拜，勾几拜。呵，我绝对不会再失败了。呵，他现在没有看到我，他现在没看到我。
水啦。不能让他看到我，不能让他看到我，让他看到真的就找死了。我说真的，他往那边走过去了，很好，非常好。那我要怎么走啊？重点，这个没路可以走了，大哥。让我想一下，我的血迹会被他发现啊！重点我流血，你看我一路走过来的血汁。在哪里啊？我不知道在哪里欸。Hey me， 他在哪边啊？哦，看到，我看到，他在那里，靠杯。他把他打爆了，不要看到我，不要看到我。靠杯啊！被发现了啦！啊，妈咪呀、啊，妈咪呀、啊！呜啊呜呜呜 ！Holy shit！ 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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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他刚不是砍到我吗？怎么现在又冲出来？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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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呜！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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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好吗？肥仔拿个电锯，依旧是个肥仔，不是杀人魔、鹿蛇啊。虽然我是肥仔啊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哦，我的头发好帅啊、哦，其实我蛮喜欢这种发型的。啊，他有美人尖，你看，可惜我没有美人尖啊，我连烟都不能抽了，烟都烂了。但这对这个有烟瘾的人来说，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啊。序章结束。The light in my doorway. D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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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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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a. Du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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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un. Story. Man so wild. Du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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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un.邪灵入侵 ，The Evil Watch。哇，我不会念，对不起。这就是我们的序章哎，哇，成功逃脱出来了。OK， 好吧，那我们今天先到这里哈，这个序章差不多结束了。那如果喜欢这个影片的话呢，记得左下角一个喜欢，让我知道你喜欢这部影片。想要继续连载的话，记得多多留言啊。如果点击率越高的话呢，出片几率就越高。好，感谢你们的收看，那我们下一集《邪灵入侵》再见了，拜拜。